好，先点击房主礼包，获得了五个那个植物盲盒。我这植物盲盒打开之后是获得阳光的。咱们手中只有一把喷子，看一下能兑换什么。好坑啊！怎么全是那个兑换植物盲盒的？就是看运气嘛，就相当于幸运方块一样。过分！吉尔贝利亚已经来了。嗯。好家伙，这吉尔贝利亚好菜哦，一喷子一个。是呀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喷头。哇！他们还会用技能呢。嗯，他上不来。给你哥哥八个向日葵。狗当是狗当花，然后我是沐浴花。为什么我是狗当花？我披个狗头上去吗？你走开，不要挡着。我就不能是铃铛花是不是？真的是讨厌死。狗头花。你在狗头，你泥头花，酸菜鱼头。好，等一下。兑换一下那个植物盲盒，多少个？看一下能开到多少？35。35，我的妈呀！哦，他这里送了我一个。我掉下去了，我被他打了。打他！我升到11级了，我的天哪，我有398点的血量。哎，这个玩动射手有点。有点冒病哦，他居然是近战的。那可能他的豌豆堵在了他的喷射口里面。What the fuck？ 不对，他应该是两边扁桃体都肿了，发炎了。过分。哥，给你小阳光。又来了，快点。我要使用我氪金的力量，来个植物盲盒吧，其他也买不起，就11个迷你币。快点，下一秒就要来了，下一波。拜托，开个好一点的，拜托，火焰豌豆射手，我可以的，下去吧你。希望不是近战，呵，这些豌豆射手都是扁桃体发炎了吧？但是他那个火焰豌豆射手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是有火烧的那个效果。我们有子弹了。他打了一个吉尔贝利亚就往前走了。他觉得那些不配，他不是的。哥，给你过分，去买盲盒吧。好，48个，看着能开到什么。拜托，开个好一点的东西。开。哥，你这运气，你还不如给我开算了。子弹也没有了。对啊，哥，子弹要买的吗？好气啊！等一下，我再买一个那个。哥，你开了什么？我给你买一个海神三叉戟吧。我不要。赤焰弓呢？我不要。哦，他上来了，给我下去。冰龙散弹枪呢？那个也需要子弹的，你反反。哦，他都要子弹，那就不买了，那还是买个盲盒吧。完了，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作者取名叫做《一只吉尔贝利亚》了。你看，每一波的刷的那个刷的时间，后面有个那个，我开到了一个寒冰的那个豌豆射手。哇，机枪！哎，不错，终于不是运气好了，转运了。呵，还是近战的，不过攻击力挺高的。不过最让人气愤的是怎么去买这个子弹呢？呵，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吧。好的。啊！吉尔贝利亚，感受黑暗吧。强化的豌豆寒冰射手，还有个大大的坚果。好，然后
这个寒冰射手，还有被打光了，等下一波来了，看他能不能冲进来。需要阳光。哦呦，冲进来一只了，两只了。快，43个。还好打不着那个自己的植物。好，我也买了一个寒冰射手。19个阳光，我这有22个，你还要吗？我这边有21个了，我丢在你后面。这里，再来买一个。这才出来就被 KO 掉了，我的天哪！毫无压力了，好吧。又捡到15个。嘿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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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动手哎。我那个玉米加农炮的攻击力好高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？已经毫无悬念了。是的。群拥而上。是呀，我们又守护了比邻世界的和平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